啊，人所作事作曲，啊，送给我的宝剑一个花曲，叫做《龙子歌声》，希望大家欣赏看卖，是属于是。沈文成老师，哎、欸，他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嘛。那个时候大概这样。对，你等等，我跟你讲，我三弟我嘛是开机做机，是开机关做。嗯，哎呀，那个你等做有无？三弟关机在搞出比赛下嘛。你等做那个，我耶，他的几那年？你当初那个声专线收我那年代。去当村啊！去当村，大家拢知影你是。去是去当村。每天都会听到，每个礼拜就会听到你的声音。是是是。然后呢，我去做秀的时阵，主秀，主秀，我们还唱开场呢。不不不，这摆该说起了哈。一般来唱压轴，喜欢喜欢拢唱压轴。对。就是这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就是无场通放。干嘛哦？偷情的，偷情的，拢爱挂住你知无？也对哈，也对啊，也对啊。不过那个时候，我就对这个小朋友不觉得，因为万一看你出来戏啊，这担心眼睛光哦，有大将之风。对，我那眼神啊，那种重来，啊，很有自信。一个碰腮腮一碰，啊，碰他眼睛光，啊，声都大大掉。啊，过去咯，一个阿公先头一记着，他都大人嘞。你有这样眼睛跳，我感觉都不在。你听到就硬的嘞。你等着那对。你有发挥吗？有啦。
你小时候，我看你小时候的比出国比赛有无？有无？你哋平常捌看过我？啊，捌看过你在滑雪比赛举手一两步？一滑哦，八斤。安尼诶，这举手拢超过六十岁啊！我袂讲。回来。真的。拢同学啦，同学啦，可理解吗？那法国，我就三十几岁啊，现在我真的是小时候也看你小时候。哇，我你也真的很敢讲，我以前我真受不了你，你以前多矮子，我十五岁出道。对，他真的十五岁。我会出的。他那首第一首歌叫做《小飞龙》，那时候我还是隔壁班同学，我还记得。因为同济有一个艺人呢，做分中的哦，棒哦，哎，整个学习都不在，都去宣传。这也加欢喜了。那你认识白云哥哥？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白云大哥的三级片，我都有看啊。哎，当时那个人怎么会找你拍照？那你们不知道？哎，很喜欢跨过一排片啊，亚洲。拍摄呀，那一部拢入边啊？哎呀，无看，啥物看？没有，你卖你那查甫看，你绝对卖看过嘛？对不对？我陪了多少寂寞的芳心，度过了寂寞的夜晚，对不对？看过，有，因为迄期片啊，先乱的大腿，你知无？因为迄期三级片的大腿是，我无翕到白云大哥的面啊。啊，无拢翕袂到。拢翕下半身，所以大腿啦。哎，你当初拍？有拍到他的脸。你当初是？没有，他瘦的时候啊，一瘦的时候开始洗，还不错啦。瘦的时候啦，不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才赶快吃胖的。对啊，就怕你讲这句话。所以咱阿杰今日专门过来感谢。是哦。是啊，顶几年哦，咱的注意吼，有一届吼，等来咱的室友啊。